新惊悚韩剧《无路可逃》轮盘赌，剧情以悬赏奖金高达200亿韩元的杀人委托案展开，其中这一幕更冲高讨论。邪魅一笑电晕粉丝，在剧中徐光汉变身台韩混血杀手 Mr. Smile， 让网友眼冒爱心，直呼乌里欧巴实在太帅。대상을지목한다음에블랙돌림판을돌려서행위와보상을정하는방식입니다。徐光汉在南韩出道处女作，卡斯超强，黄金阵容包括赵正雄、连金雅、李光洙等实力派演员，加上光汉欧巴魅力助攻，戏还没上，讨论声浪就破表。허광하는사건을의뢰받고한국으로오게된킬러미스터스마일역을맡았습니다상견디를통해첫사랑의아이콘으로떠오른허광하니이번작품에선어떤모습을보여줄지국내팬들의기대가높습니다안녕하세요오안녕하세요 아허광하입니다와반갑습니다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呀，잘생겼다。顶着高人气，徐光汉日前也登上韩综，宣传叫好叫座的台日合作电影。청춘시팔시팔？啊，뭐야？我是李子明。当我想你的时候，我都会听这首歌。国民男友许光汉一举进军南韩影视圈，首播韩剧预计7月底在南韩串流平台上架，想必又将迎来新一波人气巅峰。本新闻刘觉宇报道。